进来定 OK 啊，不要直接飘到你打。来抓到，哎、欸，我有一个这样抓到，抓到，哦，里面没有抓到那个黄哥超，这个超哥绝对没得闪。一碗五十块，我就不多说什么。沙没有煮干净，第二颗两颗都没开。欸、你淋到一下你的汤，你看你底部有没有沙？一点点，吃的，吃的。那我觉得他们饭的品管是真的有一点问题。如果能把这个醋饭的问题改到良率好一点，我觉得会差很多。我们有找到案发关键，那个醋饭确实有问题，因为我们实际三碗加再拿一碗，加上有两拿了四碗、啊，四五碗里面有一碗是。很粒粒分明，就是我那碗是真的很好吃。那另外几碗包含寿司的饭都是比较软绵软的，比较湿一点。我也不觉得是软，我觉得软硬其实算是适中，对啦，就是多数人可以接受的口味。但是对于寿司来讲，我觉得要再干一点，要再严格一点。有四五碗，然后有一碗是我们都觉得很好吃的，就比较硬的。那另外四五碗都是我们觉得比较湿、比较软一点。不好意思，今天真的比较忙。郭文行日前到 YouTuber 超哥经营的日本料理店超甲族海鲜冻饭用餐。不料却因为 Toys 出言批评，两人在店门外爆发口角，超哥更动手痛殴 Toys。事后，知名实况主丁特到超哥的海鲜餐厅用餐，帮大家实测是否真如 Toys 所形容的醋饭难吃。比较客观一点，而且我觉得很有即视感诶，很有即视感。事发才不到48小时，我们就来拍，我们就坐在这里，真的好有即视感哦。等一下希望不会有人坐在这边，希望是和平的收尾。超哥出国。对，我今天拍片特别放心，我心中放下一个大石头。本来你的馆长是位置，馆长是馆长。好，那话不多说，我们赶紧下去一探究竟。我们现在来到了这个超甲族的 B1 的案发现场。我刚刚有看一下他菜单，他最贵的冻饭620。冻饭这种东西大概就是300块为一个基准嘛，平价的大概就是300啊。如果是稍微高级一点的，大概600-700。就算到600-700，我觉得以日料的价位来讲，600-700也可以算是一个合理的价格，尤其在台北市。所以我觉得我也期待它是非常好吃的、啊。只要水准以上，我觉得就很棒了。就是要合理的价格，合理的新鲜啊，口感我觉得就满分了。其实它出餐蛮快的，我们点完到现在应该不到10分钟吧。我个人是很喜欢吃这个甜虾，觉得这个甜虾是不可能的，不可能，不可能的，好吃。我好喜欢它这个酱油，我也很甜、欸、很甜，我很喜欢这种酱油。这个好像是比较偏日式的，嗯，这个蛮好吃的、欸，是我太饿吗？你不要讲得太极端，到时候人家以为你挺超哥。哎、欸，可是真的好吃哎、欸，甜虾是真的很不错，要自己好了，这是天使天使虾，这个怎么很好吃？真的还蛮好吃。我在这料吃这种大只的都是腥味。豪哥，如果不好吃是他说的，不是我说的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可以啊，可以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有些天使虾吃下去那个是不弹牙的。我只能说，难怪透宇在直播的时候没有骂话，对，没有骂鱼类，是真的有点骂不了。鱼类是可以，没什么能骂的点。虽然他刚刚那个大虾我吃完也是好吃的，但是难保，搞不好你们来的时候遇到比较臭臭的。那我吃一下干贝，干贝有几个？干贝这边有一个，我吃这个干贝也是好吃。它好像是炙烧啊，而且它上面有那个海苔粉，你有没有发现？有哎、欸，对啊，有层次。它上面炙烧烤的有点焦焦的，然后下面是生的。对，它的生鱼片厚度很够哎、欸，直播当下有这么厚吗？这是一样的吗？这跟平常是一样的吗？你有确认过这件事吗？因为这个真的算蛮厚的，而且它的油脂分布很漂亮。这鱼肉真的没得挑，难怪透子说好吃。好，他假如故意要贬低超哥，他也是有一个标准在，真的很好吃的，我还是必须得说你好吃。他普通的，我就说你怪怪的，之类的。我觉得他是有讲实话。哎，要挖到吃饭了。好，有人第一个要先吃饭了。干的，而且是粒粒分明。欸、你确定他是不是从外面买醋饭来给我？不是，卡宝你，我觉得慢蛮好吃的、啊。你现在拿摄影机，你直接去厨房突击，你跟他最大桶的那碗饭，你跟他说挖一小碗，我去要一碗。他真的是干的、欸，
而且很入哎，我觉得酸味也没问题，对它粘性再干一点会更好。真的吗？我觉得很干嘞，我觉得很好吃，但是我们不一样。你试试看，我觉得就是稍微有点干。你这个稍微有点水了，插下去我感觉就是硬硬的。哎，真的不一样，你看我，我的比你的干，是品管问题。我刚才确实是有点水。你吃就知道，嗯，也比较干，我比较水，为什么？哦哦，问题找到了哦。直接去拿的嘛？你去厨房煮鸡，最大桶的。他就在他饭就摆在那给他。最大桶的嘛。对啊，他摆在那，他每个不是另外买的。我看他卖给顾客也都是从那里挖的。加一。哎、欸，这个比较像你那碗。会不会是新的跟旧的问题、啊？真的是没有很粒粒分明，比较黏一点、啊。它这个调味我觉得调得很好，它的醋饭调味，味道是对的，但是软硬程度确实稍软一点点，但是我这碗是刚好，我觉得很完美，就是硬的粒粒分明。可能椅子的醋饭是吃到我这碗，但是我觉得也不难吃啊，不管怎么样都不会到难吃。它醋饭调的这个口味我蛮喜欢的，我也很喜欢，味道是好的，但是有一点偏酸酸的，有一点偏酸，因为台湾普遍吃到醋饭都是偏甜，嗯，那我必须说，吃到比较湿的饭的几率有75%。因为这边有四碗，只有一碗的醋饭是比较干的，所以椅子是踩到那75%陷阱，然后被扁了一拳。有这个、欸，欢迎哇哇哇哇哇！是预定的波波球，波波球，哇哇哇！这是托影吃的那个吗？我不知道他吃什么。这个不是，这个是招待的，招待的，招待的，这要预定。果然是超哥。这个当世寿司来了，当世寿司好，当世寿司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们的盘子好像比较漂亮哎、欸，赢了。这一盘你也是有点比较厉害。胡子这东西跟寿司感觉不搭。这饭快算了，感觉是干的。吃的。那我觉得他们饭的品管是真的有一点问题。如果能把这个醋饭的问题改到良率好一点，我觉得会差很多。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一只当世鱼干。我在豆子吃的时候有一个鱼干，看起来像鱼干的东西。我们只会吃而已，我真的只会吃而已。你刚刚吃的就是海蛎鱼干哦，海蛎鱼干很好吃。啊，我们到现在还没批评到哎、欸，还是你对着镜头开始痛骂超哥？你进来定高低啊，不要只会挑到你打。没事，没关系。那我们大家拿这个拍缩图，就动手动脚。它的蛋很真的很像布丁，一直在抖。嗯。假的，哎呦，还不错吧？嗯，好柔软，这个蛋很绵密哎、欸，很水啊。嗯，很特别，很特别吧？而且加酱油真的好吃，它这个酱油好甜，一定要加酱油。小朋友一定超爱，嗯，这個、小朋友来烤个两碗应该一定要加酱油。我是上海人，一定必加酱油。它这个汤有点像中药口味的，感觉喝起来 很健康。我一边喝一边想到超哥说，我们煮熟二三十年，怎么可能难吃？还真的是有点底气。又虽然不是什么山珍海味，但他把这些便宜的小东西弄得蛮好吃的，我觉得弄得蛮好吃的。好饱哦，汤很好喝。嗯。哦、我有感觉汤真的好像蛮好喝，汤真的完全不讲话，汤真的，我真的来拍片，狂喝哦，汤真的好喝，我觉得枸杞跟那个葱的味道有点出来，来抓到，哎、欸，我有一颗这样的，抓到，哦，里面没有，欸、抓到那个红烧，这可以骂了吧？你看，没有打开，这样客人怎么吃？人家客人，这样打开了，打开了，那没事，那没，哈哈哈看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抓到来特写，又来了吗？这个超哥绝对没得胜，10,050块、啊，我就不多说什么。沙、啊、没有煮干净，第二颗两颗都没开。欸、你捞一下你的汤，你看你底部有没有沙？一点点。不过这个你不要捞到底部就好，因为它基本都沉在底部了。
开、哦，好像是刚刚被我掰开那颗里面的沙，应该是我刚刚叫洪伯超给交代。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哎、欸欸、真的哎、欸，你看海鲜大师。所以大家如果看到有那个没开的，不要动手动脚，叫他们换一颗给你就好。对，换一颗给你就好。有很多事情是其实是可以解决的，没有必要就是这样强行掰开。我要给你四星评论，不要给五星，因为海瓜子。嗯，因为海瓜子里面有沙，你们少了一颗星。那你就网红开的店就会觉得啊，网红多赚一手嘛，对不对？那个品质应该还好，但是今天真的是有超出我的预期，我觉得很庆幸。我们有找到案发关键那个触犯，确实有问题，因为我们实际三碗加在哪一碗？加上有两盘寿司，四五碗里面有一碗是很粒粒分明，就是我那碗是真的很好吃。那另外几碗包含寿司的饭都是比较软绵软的，比较湿一点。我也不觉得是软，我觉得软硬其实算是适中，对啦，就是多数人可以接受的口味。但是对于寿司来讲，我觉得要再干一点，要再严格一点。对，要再严格一点。我觉得它这里海鲜啊、鱼肉的水准，放到那种一两千块的那种无菜单料理或者日式的那种套餐，我觉得都没得挑剔。嗯，尤其是在台北市才五六百块，口味是没问题的。对了，我觉得口味跟食材是真的没有问题啊。今天这集啊，也是帮两边平衡报的。很多人批评超哥说骂你不好吃你就打，但其实他食物是真的很好吃，但是有些底气在、啊，对，是真的蛮有底气在的。然后 Toys 他也不是故意要找麻烦，嗯，就那个饭是确实有问题，对。然后鱼肉呢也确实好吃，所以 Toys 也说好吃啊，对啊，他并不是就是随便吹一个，然后随便骂一个制造效果，但就比较遗憾，就是两个磁场不合的人放在同一个地方，演变成这个样子，里面差不多收尾，反正东西我也吃不下嘛，对不对？令狐冲在旁边，东西我也吃不下，就差不多收尾吧。你真的很屌。好，坐下坐下。我们是错下去的时候，在搅拌的时候，因为我们需要吹凉。是。那有时候是可能，如果有比较硬的地方，是，有可能是风电风扇吹的地方。哦，吹的比较久哦，上层。上层有时候可能，基本上应该我们都不会弄掉。如果有疏忽可以跟我们说。哎，但是我是觉得硬的比较好吃哎。硬的比较好吃。对，然后就是因为我们刚才吃啊，大概有四五碗，然后有一碗是我们都觉得很好吃的，就比较硬的。啊，另外四五碗都是我们觉得比较湿、比较软一点。不好意思，今天真的比较忙，所以吹风的时间会不够。前天也很忙吗？就是事发当天，事发当天。今天的饭应该是 OK 的耶，这个就是个人问题喽，不好意思。那你是天选之人呢、欸？我刚好吃到上面那，你是天选之人啊！比较干的，好，谢谢。没有，那还是建议你们就是以后可以多吹一点，因为我们都觉得干一点的，对，粒粒分明比较好吃。真的哈？对，谢谢。上周四啊。好，谢谢。Okay.